Hello， 大家好，我是杨仔。Hello， 大家好，我是壮壮。我们呢是一档普及泰国佛牌知识、揭秘泰国神秘文化、登门拜访泰国各大高僧大师的科普类访谈节目。哎，今天我们又来了，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这是今天人家都催更了都。嗯，确实最近真的太忙了。对对对，就是从国内来了一些亲朋好友也好，对对对对对，一些善信也好，都来清迈，然后我们就会接待一下，接待一下，比较忙，比如带他们去拜拜师傅啊，啊，赐赐福啊，对对对，还有一些请圣物这些活动啊都有。而且呢，还有很多大师呢，由于是现在开放了嘛，所以他们就去世界各地去做法会了。哎，对对对，很难约到，对对对，所以请大家见谅，好吧？对对对，不要太着急。今天呢，我们来到哪儿了？哎，其实呢，老的咱们的粉丝呢都知道这个庙是哪儿，就是清迈的爱凯天童庙。啊，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呢？是什么呀？以往呢，我们都介绍这个师傅的这个圣物，比如说正牌，佛牌，哎，但是呢，没想到呢，师傅其实还留了一手，哎，留的是什么呢？咱们就跟随着咱们的镜头呢，进去看一看。走走，老的粉丝呢，见到我们的师傅呢，一定都认识。但是呢，新的粉丝呢，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了。今天我们拜访的呢，就是号称泰北小活佛古巴爹恰师傅，自幼出家，开始修习佛法。然后他最著名的一位师傅呢，就是泰北鬼王破难登。破难登师傅呢，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我今天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破难登师傅呢，他本身是一位男人，男士，老先生，但是平时呢，他都会装扮成什么呀？一个老奶奶的样子，为什么呢？我有缘呢，跟他见过一回，那是他在世的时候，很多年前了，我就问过师傅，为什么他要化妆成老奶奶？就是因为呢，他怕这个一些灵体呀，可以会找到他，所以呢，他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才化妆成老奶奶。他的这个法堂，也就是他的家里面啊，极其的阴森，所有的家具呢都是用棺材，而且是用过的棺材，上面那棺材板、那个木啊，制作而成的。非常的非常的阴气非常重，但是他的冷问派师游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今天呢，我们肯定是拜访不到这个破难登师傅了，但是我们今天就问一问破难登师傅的亲传弟子古巴爹恰师傅。啊，记住他是泰北小活佛。萨瓦迪卡，阿赞卡，阿赞卡，哎，靠谈暖的卡อาจารย์ตั้งแต่อ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ก็ไปเรียนวิชานะคะถ้าพ่อนันตันนี่ประมาณถ้าที่พ่อนันตันนะครับผมครับผมพ่อนันตันก็อายุตอนนั้น19-20แล้วโอ้19-20แต่ว่าตั้งแต่อายุเล็กๆก็ตั้งแต่บวชมาก็เริ่มบวชมาก็เริ่มศึกษาใช่เริ่มศึกษา13哦，师傅13岁出家为僧，一直到现在。但是他20岁的时候，开始跟随破难登师傅研习这个阴法，也就是泰北森林派，然后还有这个冷问派，这种阴法非常非常的厉害。这相当慢，哎，阿里哥也谈吧，哎，他卖破难登是南蛮派恐破难登啊，เชื่อเสียงดังอ่ะเขาก็มีพลังมาจากไหนอ่ะเราก็ข้างในก็ใส่อะไรบ้างก็มีพลังเยอะแรงอ่ะมันแรง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ำทุกวิธีครับผมทำทุกวิธีนั่นมันก็มีหลายองค์ประกอบหนึ่งพิธีต้องถูกต้องครับผมผู้เสก刚才我就简单的问师傅一下破难登师傅的这个冷问派师游他为什么这么有力量？为什么这么厉害呢？首先，一共有3点。第一，
用的法门和法术一定要对。第二，选择取这个师油的对象要对。第三，加持的时候要用对法术，才可以让这个师油充满力量。ครับผมที่เป็นไปได้ที่เป็นไปไม่ได้ไม่ได้นะทุกรางวัลที่หนึ่งแบบนี้ก็แยกนะครับผมเราต้องมีบุญก่อนครับผมตัวเราต้องมีบุญก่อนครับผมพวกไอของพวกนี้ไสยศาสตร์พวกนี้มันจะถึงจะช่วยห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งเสริมเราได้ครับผมเราต้องเป็นคนมีบุญครับผม刚才我问了一下师傅，就是我们把这个尸油供放在家里也好，还是随身携带也好，不能佩戴啊，记住啊，不能戴在脖子上啊，只能随身携带啊。它能帮到我们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刚才师傅给我讲了一下，就是我们把尸油放在家里面也好，供奉也好，怎么样？就是第一，我们自身要有福报。也就是我们经常要去做善事啊，去泰语叫贪奔呐、啊、经常去贪奔呐、啊、然后呢经常去做好事啊，比如说靠北洼拜贪奔啊，去庙里面去做善事啊，去供奉啊。第二，我们要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来供奉这个石油，比如说你要会有心咒卡塔，你动损门卡塔就是要念心咒，然后歪不下提半，就是要养在家里面。嗯，供奉他什么，师父会告诉你，每一步讲给你听，以后你要去真的做，然后才可以帮到你。而且记住，还要去认真的工作。你每天躺在家里面，就求这个师友来帮你赚钱，怎么可能？你不出门。就即便你想捡钱，你都捡不到，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具有这三样，才可以帮到你。我手里拿的这瓶呢，就是你看这个瓶子已经很老了啊。这个瓶子里就是一七冷问派石油。这个一七冷问派石油是什么？是由破南登师傅亲传给古巴殿下师傅的，一直都存了很久了。哈鹏。刚才我问了一下师傅，因为有的朋友啊曾经问过我，这尸油可不可以抹在身上啊？千万记住，绝对不能涂抹在自己的身上哦。这样的话，嘎多啊，泰语意思就是什么？他会吃你的运气，吃你的命，你懂吧？就把它乖乖的放在家里面，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低一点。不要高于腰啊，一个干净的角落把它供奉在那儿啊，放一杯白酒，一香烟啊，一份饭啊，食物啊，一份饭，然后呢上面插一支黑香啊，有的时候呢你要愿意就放两支白色的蜡烛，如果不愿意没关系，但我刚才说那三样，白酒、香烟、饭一定要给啊，还有白水，记住啊，这几样就可以了。人缘油是可以抹在身上的，啊，这是有对比的。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个更猛的，半圆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人的头盖骨，半拧前面花盖骨，花盖骨半拧个孔到你前面，มัน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หัวส่วนหัวค่ะในส่วนจะเป็นของเก่านะอันนี้ของเก่าอันนี้ของใหม่虽然上面的画面呢是新画上去的。由师傅自己手工画的，师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真的，他的绘画呢没有学过，但是呢根据自己多年的学习和钻研呢，然后他自己就是无师自通，在绘画方面非常好看。这一尊呢这个头盖骨呢是九尾狐，师傅做的九尾狐，这是异性缘人缘魅力的供奉在家是这个功效，但是上面的头盖骨，用的头盖骨，不是新的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颜色都泛黄了，这个是收藏很久的，是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然后由师傅来制作，这种，然后这个呢是
比较新做的，像我手里拿的这个金色的这个，这尊就不是新做的，这个是比较老的，因为上面底下呢是先用黑色的树漆，天然树漆先涂一遍，然后呢再用金箔附着在上面做的。阿赞，我们去一博。啊，一博。能大奶个哦，马甲。一博呢？你变帕玛？马甲帕玛去啊。玩佛牌时间长的这个朋友们呢、啊，对此有很多的了解。一霸女神是干什么用的？但是新的朋友有可能不知道，这一霸女神呢，主要就是增加人缘魅力，也号称是夜店女王。她会让你在异性缘呐、啊，啊、包括这个人缘呐、啊，你自己的个人魅力上啊，有很大的提升。有很多人就说啊，阴牌哇靠，好恐怖什么，万一被反噬什么的。听师傅的话，认真的去养，跟他有真正的交流，就不会有这种反噬之说，啊。你要是有一天忘，有一天想起来，有，如果人家这样对你，你也会生气的。啊，这个阴牌也是这样。不赢的我不拆。卡捧行了。你不赢拆，你不拆也我不赢。哦。嗯，你不拆拆。绝世好物，嗯，绝世好物。今天我们有幸看到了。我手里这两块金颜色的，不是一般的东西，是来自于啊、起源于缅甸古法感情和这个法术这个法门的。圣物就是叫情降粉或者叫情降药。左边这块是女士专用，右边这块是男士专用。啊，如果我想给我的太太啊用，我就要用这个男士的，因为我是男的嘛，我要给我太太用啊，我大过她要。平时呢你可以带在身边，它的功效呢就像验通一样，帮你呢提升感情啊，感情和呀，帮你的爱情啊越来越稳固。当你急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磨成粉。然后呢，要加什么？要加上你身体的部分，跟它混在一起，啊，混在一起，下到对方的饮料里面呢。吃的东西里面，然后呢让它吃进去以后，就相当于什么下的这个情降药情降粉了。这个真的是绝世好物，因为有的朋友什么我不方便做情降，我不方便做这个目的情降一类的啊，但是我又想赶快把我的感情挽回，赶快去让我的另一半回来和感情和，嗯，我还可以见到他，我还可以去有机会再去跟他一起吃饭呢、啊、一起聊天，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了。情降粉的背面呢由师傅亲自手写的这个缅甸经文，而且呢后面有很多指纹，可以看出来师傅是手工制作的啊，用手工制作的。刚才我问了一下师傅，这个吃了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首先第一点，师傅说这里面没有皮，没米皮呢，记住没有鬼的。第二，没有什么南蛮派，就是没有尸油的。第三，没有什么所谓的骨灰啊，这些尸泥啊，没有的。这个是用什么做的？是用天然草药情花啊，情降用的这些药粉啊什么做的，是纯天然的三盟派啊，泰语三盟派意思就是草药的意思。今天呢我讲了很多，也介绍了师父不为人知的一面。大家都认为啊、哦、在寺庙里的僧人都是天天念佛啊，天天拜佛呀，啊，都是佛牌。不是，不管是正法阴法都是会的，但是看看他是怎么运用。不是所有的阴法都是在来害人的，也有这种阴法呢是来帮助别人的啊。记住，今天咱们又新长了一个知识点，所以特别的口宽慢阿丹他。谢谢啊，谢谢师傅。然后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如果喜欢呢，记住点赞关注，下期更精彩，拜拜。